大家好，我叫刘迪，我是芬兰残奥队的单板滑雪选手。我来自芬兰，我芬兰名字是 Matti Saarinen，但是我的生活多半是在北京过的。我小时候跟着爸爸的工作搬到北京去了，我在北京读了小学、中学，大学我是在芬兰读的，但读完大学我又回到北京去了，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了一个本科，然后在北京也工作了几年。现在我已经回到芬兰去了，跟我老婆一起住着，已经住了快10年了。但今年我非常高兴有了这次机会来到我老家参加这次北京2022年的残奥会，谢谢大家。